我想我们的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一定，第一，它肯定开幕式是精彩的，哎，是张艺谋导演做的嘛。第二，我们也会在很多项目里能够争金夺银，所以我不但要画金牌，我还要画银牌，我还要画各国运动员在北京冬奥会上的精彩表现。我觉得，要全身心的投入吧。我期待着运动员，再创佳绩。我也期待着我自己通过这次的投入吧，拿出一组更好的作品。